等我一下哦，我要吃薯条。好准时，没有啦。我想三点的，想要先提早开一点，然后再吃薯条。我昨天没开什么，只开一个半小时，然后今天下午来开一点点。这首歌好了，这首歌好。这首是小雨常用的 BGM， 在哪用？哎，薯条好贵了哦。以前高中还是高职，我读高职哦，我是资料处理科的。然后在上电脑课的时候，在玩小画家。好，下午好。等我一下哦，把我要画的图拉出来。什么东西？你的手怎么不见了？它就不见了啊！所以现在不是我的手啊，找不到我的手。以前有被骂过吗？骂惨了哦！以前成绩不是很好啊。而且我第一次被记警告，是因为我制服里面穿的衣服是蓝色的，他们规定是要黑色跟白色，忘了这件事情，因为那天太冷了，所以里面就穿了一件蓝色的，然后就去学校被拦下来，然后这是我第一个警告。你第十天还没进去，你真的假的？你再去一次，等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哦。对不起，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在那个你在粉专跟我说一下。抱歉抱歉抱歉，因为我这几天有跟小帮手说有新的小朋友哦，他说好。木木，你是谁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不会是那个吧？你叫哪一个啊？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我又丢一次，哪一个？你是不是最？你是不是姓木，然后后面有个鱼的那个啊？我也哭了。对不起，我跟你道歉。因为我看到你有丢，我以为他帮你拉进来了。然后这几天一直太冷了，所以没办法弄到电脑什么的。哎呦，我真的觉得很抱歉呢、哦。你感受得到吗？这个你可以晚一点吗？晚一点他已读我之后，我叫他赶快帮你用，可以吗？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很想，蛮想知道高职毕业后凡心有做过什么工作。复合式咖啡厅，那个有卖面包、卖咖啡，还有卖那种超商东西的。那时候我做的很不愉快，因为我那是我第一份工作。然后做一做我就
就翘班离职了。没有啊，是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嘛，啊，当时我就是有心理疾病在，然后就被压迫的很紧张，然后一直嫌我速度慢，然后就是忍不住我了，就把我调到大夜班去。就大夜班更累，大夜班是早上两个人要处理一大堆学生跟上班族的早餐，有的没的。那之后就是做超商、美联社、全联跟农会超市这样子，都是做服务业的啦。哦，还有，还有做过冷气学徒跟装潢学徒这样子。等等再来看台，好的。小邦手机应该是放假吧？小远恒教在把我推坑之后，就在问我啊，怎么还没进群啊？我水逆你，对不起啦，抱歉啦。我的手不见了，笔怎么会自己跑起来画图？奇怪，这是什么魔法 ？Magic！ 早上本来要10点起来的，就真的太冷了，一直拖到1:30才起床。呜呜呜呜，呜呜呜呜呜呜。说你水你也太过分了吧。你的鼠标是成熟的鼠标了，不是鼠标啦，是成熟的怎么讲笔了。欸，我昨天玩到手，我的左手真的是手腕真的是受伤了。我昨天手腕轻轻轻轻往后扳的时候就好痛哦，昨天不该打斗阵的。换一首歌好了，这首是那时候小雨推他的那个 BGM， 我觉得哦好偷来用，然后换我最常用的啊，不是这个啦。嗯，就搞了，还好吗？还好啦，因为现在左手的工作只有 Ctrl 力了，但是换右手，哦，没有，我没有手，我的手不见了，靠腰啊。今天要画的不是点点哦。我问一下哦，如果会画画的人啊，或是喜欢画画的人，你们觉得你们画的图是为了要得到很多赞、很多人喜欢、很多人看才画，还是因为你喜欢画画才画？就右手受伤了，那就好了啊，我就开个聊天台子聊天就好了、啊，然后就画个点滴吊着，然后骗超级留言就好了。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画图的？我从还没上幼稚园就会画图了，应该说还没上幼稚园我就喜欢画，因为画什么鸭子、牛啊、鸡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学，直到那时候国中。有一个素描很强的同学，他就画得很强，但我觉得很有自卑感，因为我觉得我画的图都不像，画什么都不像什么，结果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放弃画图了，然后也被说什么啊，你画的图怎么都那么不像啊，然后就讲了一大堆，就开始没有碰笔了，帮他一下，他
要，嗯。对不对？然后当时我看到一个被延上的文章嘛，一堆人分享说什么，他在群组里面 po 一些图，然后群组里面一堆人，然后点赞的只有一两个而已。啊，不是啊，他当时画的图就根本就不是完成品啊，他感觉他只是在画个过程而已就丢出来，就他说那是完成品，然后他觉得他可能是觉得说那是他当时画的最棒的图嘛，这样丢出来，可是。他的棒跟我们的棒不一样啊，然后他都觉得说是为了要很多赞，很多人喜欢，很多人看才画图，啊，很多人看的啊，可是有没有喜欢不一定嘛，啊，我以前也是会觉得说，我是为了让更多人喜欢，更多人看我才画图的，可是后面就觉得说，哇，画自己喜欢的图最重要嘛，你自己喜欢，别人如果也喜欢的话，那不更好吗？就不用迎合别人去画别人喜欢的图啊。可什么磕 CP 啊，欸，你们这些很恐怖欸。安安。对啊。就有时候像怎么讲，很多实况组也是为了迎合观众才是去出卖肉体。像比如说啊，我就是可爱啊，啊，我就是帅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啊不是啊，啊今天我就是不帅不可爱啊，我为啥要迎合你们，对不对？那画别人不喜欢的图呢？你是说你喜欢别人不喜欢吗？那是你开心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我像我也常常画我自己的爽图啊。哎、欸，苗啊，你那张PO出来的，我在想说是要我帮你PO出来，还是要等你PO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苗他有画一张我的女仆装，我想说靠，要怎么连你也开始画我了？他说画尝试新的底刷，然后脚麻了，证明我的脚还活着。哇，这一块。这块都没画到，如果说死要用这一块的话，会卡很久哎、欸。我要画今天画的人，你们不陌生啊。对少数人不陌生啊，应该还没出现在我的台吧？对不起。哦，你PO了哦，哦要。看记录档了啊，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木木，你去看一下那个小帮手，他醒了，不醒了啦，他回我了。一边收蜜蜂蜜，一边来看台。什么蜂蜜？卖快的吗？
不会不会，你笑到好热哦，你笑什么东西？感谢夜萌的新会员，感谢感谢。等下怎么又来有人私讯我？好帅，刚刚超帅。小一只。那有没有还有没进去的被吃掉的？等一下，他说他的讯息被吃掉了，然后我跟他讲说，那有没有还有些没进群被吃掉的小朋友？关掉莎莎直播，我刚刚本来在想说，我要看他们的看直播呢，还是要开台嘞？可是再不开台的话，又晚上了，晚上又不知道开什么。没上色都好陌生，我觉得上色你也很陌生啦。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个圈子的，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是很陌生。下午好，嗨草蛇。对啊，13，他人设很特别，啊，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啊？不对啊，穿外套啦，我在光想。可以叫他好好穿衣服吗？我的外套怎么穿这样啊？想说他都画我这么多张了，我想说就画一张给他吧，多穿一点哦、喔。今天温度高了一些些，所以现在是脱外套再画。要怎么 take 人呢、啊？你就打一个人名字就好了、啊。那除非是万不得已啊，尽量不要 take 啦，
不然很吵，莫名其妙就被标记什么之类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波波在哪里？嗨，波波，他怎么下午没开台？你看，音乐哈基都开了，怎么可以少了你呢？对不对？你忘记用影片，哇哦，他不是哭死。怎么办？我就最近天气冷到躺在被窝跟你们脱节好久，我感觉我就是那种浩劫重生，然后都没进群组，都只能用手机看看群组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哎，小鱼，哎，小鱼，你昨天好幸福，到底在讲什么？看不懂哎。我看不懂，你这样 po 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，我难过。就只是我真的不能太常画画啦，我现在肩膀好痛哦、喔。我现在你看，昨天打斗阵手腕在痛，啊，画画的话右边肩膀又在痛，怎么办？我是快死掉了。哦，对，那个我怕这边晚一点会有一些唢呐的声音啊，因为附近有个邻居，去年过世，就是上个月过世。那我明天要去送行，他、啊、可能又晕车晕一阵子。不熟没关系，你有看到封面那个讲出来，讲出来就是他画的。哦，你有礼物啊。好好，好好，我有礼物哎，大餐哎，玩具哎，看，可以叫他把外套好好穿好吗？我病累累的，什么病累累？应该是讲病恹恹嘛？怎么讲病累累？哦，累累哦，还是哦，病累累。看也看错了，我真的累了，我的天啊！看来是该玩机场仓鼠了。
看一下那边。嗯、然后刚刚讲的那个话题啊，就是，有些人会接受一些批评嘛，就是说啊，你可能耳朵这边画的不好啊，眼睛可能要高一点，嘴巴要再怎样怎样的嘛。啊，如果你是 po 文那个求助那个嘛，什么请鞭策之类的，可是人家给你意见之类，你就好像听不进去说，说啊，不然你自己画、啊、什么之类的那种。重点是那时候看到的感觉就是。他就是这种人，然后大家就整天怪说，怎么为什么自己的图都没人理啊，有的没的，好像是啦，所以没有看清楚，所以看到就很想马上划掉。有吧，应该有像吧。那就本人，嗨阿靖，再见的手手，对啊，现在不是手手在画图。现在是用我的魔法意念，我用想象的在让他动笔。嗨，晚上好，不不不，下午好，嗨懒懒。还有，我觉得我会画就这样子的，我已经没有。还想说今天继续播版权的歌好了，不行，再播下去我的频道就没有盈利了，不是盈利啦，再播下去我这个月就没钱了，才月初欸，就有两部影片有盈利了。欸，现在薯条怎么那么难吃啊，还是因为太冷了没人买薯条，他捞起来的薯条我是直接吃欸，那已经一点都不脆。好，接通，拜拜。锁在这边。冷冻薯条，欸对耶，真的很像耶，欸我有一次真的直接吃冷冻薯条，欸那个连热退那个退冰都还没退，就直接拿来吃，其实老实讲还蛮好吃的啦。等一下哦，好不爽，超不爽，没有发生点事情让我，然后其实我最近怎么讲，我不知道欸，应该又是冷到吧，我现在肚子一直在叫，
是那种拉肚子的叫，然后会痛。没有，有没有考试你都不温习，我也都不温习的啊！啊，真的，这些事情就是你们自己做决定啊。你们对未来有考量，有些什么东西的，就不要后悔去做这些事情啊。来看一下哦。应该有二头身了吧？我觉得没有欸，头太大了。因为其实二头身这个也要算进去，有些人就二头身头上这个法式也要算进去。就这样，那很明显吧，这边比较长。如果虽然不多，不一定版权攻击。感谢娜娜的超级留言。没有啦，那个版权攻击只有那次玩 in game 啊。然后就是我会说两次攻击，是因为主频道这边跟副频道那边嘛，副频道那边就是完全没有盈利，啊，主频道这边是只有按广告才有盈利嘛。感谢娜娜。感谢，我什么？白痴哦！感谢阿金的超级留言。阿优奈画图了吗？因为其实昨天有教他画一些啊，但是昨天不想教太多，是因为我不希望那张图完成，我不希望那张图最后让我看见他的成品。然后优奈，你跟优奈说他膝脚这边要就是一致的弧度。那其实昨天看他画的有点，好像自己也知道哪边怪怪的，就是他自己感觉说不出哪边怪怪的。感谢飞龟超级留言，感谢。感谢欧弟新会员。我的薯条好冷哦。感谢呸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念。我不会念。Patricia Lee. Patricia Lee. 这个真的是英文吗？感谢帕特里夏里，他发音是帕特里夏，然后一个点一个里。Patricia Lee. Patricia Lee. 原文西班牙文诶，感谢斗内。
然后感谢生母的超级留言。好，等一下啦，我忘记我画到哪边，好，回来了。等一下哦，你跟应该好了吧？你们看过十三人设的，给个意见好不好？存档白痴哦、喔，另存清档。妈，以后播广告要提醒我存档，不然每次都忘记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，存错位置。等一下哦、喔，我的电脑。哇，这个删掉。另存清档。三。储存，今年第二张图就画这个。啊，十三 ，Hello， 有没有很像你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删掉不画了。哎、欸，十三，我那个好也画不出来，我昨天尝试过了，还是要靠你了，拜托你了。我可以用这张图跟你换那张好爷吗？酷哎、欸，不是好爷，是酷哎、欸。啊、你是睡到现在哦、喔？你要哪种嘴巴、啊？这个、这个，还是这个？你看，好看的人设，用什么做都其实都很好看。那、啊、你下次可不可以把衣服穿外套穿好啊？靠，等一下、喔，怎么不见了？你看、啊、像这个嘛，好看对不对？这个也好看对不对？这个也好看对不对？对嘛，那这就代表说模特选得好。我每次只要手很顺的画完一张一个人设，我都会说，因为他的人设很好，所以怎么就很快很顺的画完。完蛋了啦，我觉得都不喜欢吃东西。这个说实应该会很多画面都停住的，白痴哦、喔，都停下来跟人聊天啊，哎呀，反正就这个也可以。请问淡水现在体感温度多少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刚刚。现在有回温一点点啊，刚刚骑出去应该有十度吧，十度十一度。感谢靠腰，我昨天教你画画了啊，我昨天就教你了嘛 ，Ctrl F 啊，你看好哦，就比如像这样子嘛，昨天也是这样子做一个圈，魔术棒下去，然后 Ctrl F 一个黑色的圈就完成了。感谢木木的超级留言，感谢优奈的超级留言。
哎呦，那你昨天画的那张图，我真的是建议把它丢到垃圾桶了。那个可以不用画了，没关系。我想要黑色背景、灰色背景，是因为我的耳朵会不见。大佬没有大佬啦，你在这边称我大佬，出去的话我被笑。那你觉得那些画本本的人怎么办？那些才是大佬。所以十三你喜欢哪个嘴巴？你喜欢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哪一种？就我忘记是哪一种了，我自己讲那么多。不然就是这个吧，这个是我这最爱的嘴巴。哎，优奈，我教你哦，你就这样子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这嘴巴还不错。这边就教你这个了。繁星可以画本本，我画不出来。没有，喵他是昨天画的。喵他昨天在我睡醒的时候贴给我说：“靠，你怎么也画我女仆装了？”他昨天也被我念了一下。我画都可爱，好吧，那就这个了。那优奈我就教你哦，你就是要么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嘴巴，这样也可以。啊，要么就是一个先平的，然后再这样子，再这样子。就是我最近喜欢画都是画有牙齿的，像我以前都喜欢画 W 嘴巴这种，我以前都喜欢画这种嘴巴。那到后面才开始喜欢是画这种，不然就这种，不然就是这种。好题材才会让人画，不如你来台中，带你去穿女仆。不要，你那天我有看你那个啊，要换女友的啊，不是抽 G 的抽 C 的，然后最后输的要去穿女仆装吗？哎、欸，很恐怖哎、欸，我不要。好啦，大概就这样了。我来上色，我觉得腿有点太小了哎、欸，你的腿是不是有点短啊？是不是要拉长？这样。怎么呢？感觉哪里都怪怪的，快一点！好，完美了，是这样子的。没有歪啊，就是凭感觉嘛，凭感觉凭比例，觉得说嗯腿太短了，加长。广告存档，对，存档了。手还是好冷哦、喔！天哪、啊！但我现在是袖子卷起来啊，因为会影响画图。
你是揪口吗？感觉不是耶，需要个老毛手套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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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手套戴上去我会不好画图。我以前买过一个很薄的手套，可是戴上去觉得有东西卡着，让我觉得我之后又拔掉了。冬天画图痛苦，夏天很痛苦啊。夏天是我会有手汗，然后板子上面就是会滑滑的，然后所以每次画完都要拿东西去擦，很麻烦。对吧？会画画的们，会画画的大大们。线条都好稳好舒服，这是要练的啊。我以前是被嘴说你的线条看起来都毛毛的，一直滑来滑去，好就看得很难过啊。白痴哦，等一下，我的图不见了，我的参考图不见了，等我一下，我的参考图勒。图你在哪里？图找到了 ，OK。啊，原来你里面这边还有一层哦。啊，冬天自己小心，注意那个啊，电暖气那些，因为你有听。其实有时候常常听到这边有鸣笛声呢，就是消防车跟救护车的声音。虽然我有时候觉得我好像撑不过这个冬天或这个晚上这样子。因为真的是冷到我进被窝，啊！你没有看？如果有加懒懒好友的话，应该有看到他手抖成这样，对不对？我跟他讲说：“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状况是我缩在被窝里面的状况。”他说：“有没有那么夸张？”我说：“有，冷死了哦。”怎么干嘛啦？冷死了！
你只是坐个马桶，感觉体温都被马桶吸走了啊！别说了，我以前很喜欢蹲坐在马桶上面，就是，你们都知道，有些人出去外面坐那种公共马桶，都喜欢，就是坐是当蹲式在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就是半蹲这样子。我以前很喜欢用直接蹲在马桶上面，我想说我的体重应该不会说到会把马桶压垮。可是直到一堆马桶爆炸的那种事情发生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还是不要好了。我是不怕马桶爆炸，我是怕说那个爆炸后的那个陶瓷还是叫什么东西，把那个我就看到一张照片是把大腿跟屁股那边刮一条线，很大一条。就很像是切猪肉那种感觉，我想说，好吧，我还是乖乖坐着好了。这样子，阿金在玩雀机哦。对啊，就是爆开后的那个，我就不敢，就是不太敢蹲那个蹲着坐了。马桶垫还没买，之前是说要买还没买啊。我真的常常动力都有，但是缺乏有那个你要来玩吗？不要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开台玩日麻的话，我一定气死观众，故意就是啊，你怎么会打那一张？你都停摆了，你怎么还把那张打出去放枪？我说爽啦。你们越是不想要我打什么，我就越打什么，有没有？超爽！听到鸣笛对不对？因为我家旁边是那个大马路，真的是很大的那种马路，总共有就是三线吧，就是。总共六线啊，就是去跟来。所以优奈，你首先就是建议你啊，时不时拿出板子出来，就是这样子画圆、画圆、画圆，反正就是线跟线先连在一起嘛。啊，画不画的圆是另外一回事。那再來就是这样子，像一个正方形，对不对？那就要这样子画。你要让你的肌肉记忆力要有那个啦，就是肌肉的记忆，你才会就是画的稳，知道你手在哪里。像我其实是想要换荧幕的板子，就是直接在板子上面画，就是板子上面有图嘛。那一来是可以画画，二来是可以在上面看看影片，听说很棒。我不知道啦，我其实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，因为买的话就是，你既然都买了，你就是要用这个至少来生一点财吧。毕竟如果你买那个只是为了追剧的话，你干脆再买第三个荧幕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就是，如果用那个，我应该也可以玩那个吧。音乐游戏，就在荧幕上面搓。头脑想的跟手想的方向不同，是真的很好用吗？哎呀，你这样子，其实我好想买哦。因为其实我这板子已经用了，我成立粉专多久？我这板子用了多久？我成立粉专也快11年了。我是去年兔年才开始有粉专的。牛，不对，我好像是快兔年才有的，所以我是虎年有的，所以我粉专成立也11年了，快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赚钱买板子。之前我问那个啦，哈子说他的板子是那个其实还不错，就是不会，因为荧幕绘图板最怕就是过热，买啊哪次不买？没有，我其实
开始当实况做实况之后，我很少在画画了，因为怎么讲，当时在退取嘛，没有双开，因为当时在退取的时候，画图在退取当时画图真的没有人，没有什么市场。我玩麦快有200人看的话，那画图就只有50个人在看，所以当时没有摸板子，没有摸绘图，不不不不不，没有在画图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啊，现在就是之前有双开，然后在 YT 这边开都还有100个人以上，所以才想说好像可以回来画了、欸、但是画画就是个条件，就是条件啊，要有手感，要有灵感，而且要想说今天要画什么，不知道画什么话就只能接委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也知道你们在等委托啊，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先让我度完这个冬天。没有啊，应该也可以不用等冬天啊，因为我家我现在这个房间有做一些隔离措施。我还多一个是画东西不要黄标的主题。哇，你真的是很猛耶，为什么玩个游戏画个图都有黄标啊？啊，你上次画大哥那些有黄标吗？做实况真的画图变少。对啊，你看你光是要剪辑，然后什么啊，就光是剪片这一段好了，你剪片的时候你就是真的也没有空画图，你画图时间就真的是拿来开台了。那虽然剪那个缩时很方便啊，就只是缩下去，然后就音乐丢上去，然后就导出。可像今天这张就是有点惨，因为一直在跟你们聊天，然后一直切画面，然后就是卡一个画面卡很久。我最近要多喝水了，我的痘痘又长好多出来哦，好不容易痘痘已经少于4颗了，现在又长到6颗了啊，好烦哦，为什么明明很认真在睡觉跟喝水啦，还要吃水果。喵，哎、欸，你们不要无聊去检举喵他的台什么的、啊。而且我前阵子也很夸张啊，我前阵子只要是跟巧克力玩 L4D2 或是一些射击类游戏，我就会被黄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 L4D2 跟射击类的游戏都会黄标。像这个蝴蝶结在这个位置就歪了，侧面的话应该要在这个位置。会在这的都不会检举啦，不然就是巧克力太丑。哇哦，欸，是说菜渣搬到台北，我还没去找过他、欸。他一直都还没给我地址，我气死！那时候问他住哪里，他只跟我讲说捷运什么颜色，这样而已吧。然后我说哦好，那再等你给我。你也还没啊？如果你有找他，你再带我吧。好久没看你们了哦，好想你们哦。
多久啦、啊？好像也快三年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 ，CWT 不算的话，因为 CWT 我们见过。啊，蔡渣他们是真的快三年没哎、欸，不对啊，白痴哦，一年多而已啦。没有心结啊，是真的很忙啊，毕竟台北工作也，什么物价也高，然后生活真的不方便。好，等你。然后又因为最近天气太冷，没办法去健身，睡醒都来不及剪片了，还去健身，所以就是要嘛说，像我今天就是睡太晚了，而且发现我也没有什么影片可以剪了，因为有像这一次巧克团没参加嘛，昨天巧克团没参加，我就少了监控围城的影片跟王国之战的影片剪。然后现在麦块只剩下轻松生存跟礼拜二的可以剪，礼拜二的我就已经剪完了，那现在又要撑到明天的轻松，哎，礼拜一的轻松生存出片这样子，呜，也是十三，你要这个脸。长安，你每天都凌晨睡，只能多打斗阵捡斗阵的人哦。昨天斗阵状况好差哦，这种斗阵不能屏蔽对方的字啊，只要看到对方说我好棒，我就是会影响情绪哎，我就越打越差哎。跟打那个 low 一样，我 low 一定是把对面的语音都屏蔽掉。再换这个、啊。嗯，不对啊，我这个眼睛可以换，等一下哦。啊、靠！如果这拿来说死，会笑死、欸！那真，这个好了，换个眼睛就不同感觉。对啊，好像没跟过繁星的彩鱼，彩鱼是那个彩鱼吗？有画那个。那个圣诞节那个彩鱼吗？安安啊，幽灵是不是也是啊？欸不对，幽灵是那个啊，Hello， 欢迎常来啊！虽然我的台也都是很不正经的台，嗯，对啊，那时候也想说奇怪，我明明车开的那么多，我却没被黄标。观众真是太猛啦，太包容我啦！那结束了吧？该不会是有什么十三之类的在分享我的作品啊？我好像画太小了，难怪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因为我画完的图发现变成这样子了，有没有发现这个倒三角形？说真正好看的图是其实要这样子长方形的。
啊，青菜啦，啊，随便啦，存档，存档吃广告，广告。等一下哦，然后他被黄标的宿舍比环境多，明明都差不多车速。我想一下哦，我去年被黄标有四次，然后一次是没有，三次跟巧克力开台，然后一次是玩那个也是打僵尸游戏。刚刚眼睛画中了，好妩媚，不好妩媚。大头娃娃比较可爱，不是大头娃娃的问题，是你看哦，身体这边，它不该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话是头大身体小，这样照理说会不好看，所以其实身体其实是要这样子的，然后头是这样子的，是刚刚好。啊，我反过来了，我头是这样子，然后身体也变成这样子，好吗？那个耳朵怪怪的，你说这边对不对？我刚才在想，我在想要让它翘还是让它不翘，还是不要耳朵？啊，你没有耳朵了。因为冬天耳朵不见了。什么东西？用什么软件 ？SAI， 感谢。好啦，来喽，油漆桶大师喽，不要每次叫我教喽。那 SAI 的油漆桶，如果你线跟线连得好的话呢，你只要点你要的颜色，再加 Ctrl+F， 你看颜色就倒上去了哦。啊，不要每次叫我怎么画画哦。如果你会油漆桶跟魔术棒的话，就不用教我喽。不教我啦，不用我教咯。好厉害个头啦，你昨天说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吓到了，你是真的假的？你不知道？油漆桶这么好用，你就像是薯条配什么，配蛋卷冰淇淋就是绝配啊。没有啊，应该是说薯条配玉米浓汤啊，就是马铃薯浓汤。没有办法，你等你那个软体有办法找到说魔术棒点下去 Ctrl 加 F 有办法、啊、也有办法弄成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换软体了。因为现在真的是现在目前真的是改不太起来，要习惯一个，就像换工作一样啊，隔行如隔山嘛。然后有时候就可能我会喜欢这样加那种，怎么讲？这什么感觉啊？就是。脏脏的感觉，也不脏脏的，不会形容。然后像优奈啊，如果你真的想跟我一样画那种比较舒服的感觉嘛，你看左上角这些色块，你就选这一区，左上角这一区，因为你的线稿如果用到这一区的话，会太亮，像这样子，你会发现线太亮了。我的啊，因为我的线稿是偏咖啡色，不是黑色。那如果你要跟我一样的话，你就选这个，这样子你的线稿就不会太亮。
如果油漆从少一个步骤，直接按 F 吗？它可以调快捷键吗？因为我最近其实，喵哈，你知道这个月又有那个吗？每日签到，他连续两个月都有。而且我为什么不想教你们画画？就是每个人画画的方式不同啊。然后我有我的方法，然后但是如果我用我的方法教你们，别人不认同的话，那就开始下面批评一大堆。我会觉得说，不是啊，就真的是我的上色方法是这样子啊。如果我的风格、我的画法、我的上色方式你不喜欢的话，啊，就不要在别人底下留言，毕竟是教人家的啊。我啦，我会这样子啊，毕竟活这么久了。因为怎么讲，虽然如果教的人他听进去，然后有帮助的话，有改善的话，很棒。可是重点是我是不会听进去的那一种。我觉得哇，可是我当时已经觉得我也画得很棒了。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子啊，最后画的那些图一定都是自己目前最棒的。什么？然后他的油漆桶可以很作弊的用脱液，不用一区一区的按，超作弊。你喵哈，你把步骤打出来，那样，你把步骤打出来，因为这个那个蓝蓝他也是用一样的软体。听起来很好用。然后我才发现我以前就是在用那个 SAI 之前就是在用那个软体在画图，然后才发现说我又买了一个它的另外一个版本。那时候我知道之后整个傻眼，因为好不容易才从那边脱离，然后来到 SAI 的怀抱，没想到现在又要回去他的怀抱了，而且他还比以前更好用。算了啦，那么麻烦。而且那个有机会降价，对啊，那个蛮常降价的。而且不要跟我一样买错版本哦，它会有什么英文版、中文版之类的哦。我当时就是不小心买到英文版，那时候以为我没救了，没想到它还可以退钱，该死。如果想发画繁星的影片，能直接传 YT 吗？什么意思？
你是说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你画我，然后你说，然后不知道传哪边吗？你可以丢粉专啊，粉专私讯啊。买到英文，对啊，那时候我想说，哦，看到就直接点点点点下去，然后选选选选好了，然后发现说，我未成功购买，没有，那时候他直接跳英文，说什么 Thank you 什么鬼东西的，我说靠腰，怎么会是英文？那就到处求救，就求点点啊什么的帮我啊，然后当时是点点帮我弄好的，我好废哦。哦，听说还有人这样画，对不对？哦，色色的，可以。冲动的教主不是啊，那时候就是一直推推推推推，好啦，买了啦，啊买下去啊，完蛋了啦，哈哈，不是啦，好了，不要给你名字好了，名字是个麻烦的东西。啊、哦，等一下，我肩膀好酸哦。哎、欸，杰瑞，你是橘色的哎，橘色是多久的啊？我忘记了，橘色好像是满一年以上吗？哇，大干爹，谢谢你，大干爹。哎呦，靠腰哦！为什么没跳通知啦？哪有先跳音乐才跳这个的啦？白痴哦！感谢海林的续订，感谢感谢。一年是紫的，那青铜色是什么啊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现在还有红色的啊，因为之前是从 Twitch 那边搬过来的。知道四次广告，因为我点了，应该也有点三次而已。感谢喵哈，好吃哦、喔，好吃哦、喔，喵哈。黄色。
还好昨天没有开台画画，不然很难想象昨天的十三会长怎样。昨天冷到手在那边狂抖，然后就想说，真的要画画吗？然后小鱼就我的 mod 啦，就敲我说，你等一下要开台吗？我说会吧，要开什么？我说画画吧。他说好哦。他说你们嘞？我说在打斗争。他说还是有缺，我去玩斗争。你不是要画画？感谢龙叶的预定，然后就悲剧发生了，然后就是左手受伤了。应该这样就好了吧？哎呦靠！啊！左手好点了吗？可以转，现在是可以转弯。你们数字或英文不要打同一个，打超过三个，因为这个每次都要人工审核，确认你不是机器人什么的，所以很麻烦。所以尽量可以的话，打两个、三个就好了。快画完了，快可以休息了，应该躺在床上继续睡觉了吧？哈哈哈哈。黄色、咖啡色，这个颜色，有时候自己看颜色、挑颜色，很有快感，很有成就感，就自己挑对颜色了我好强。审核那个有没有麻烦？对啊，阿长应该最常发生吧？你那边怎么一大堆打666666666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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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ww 一大堆的？手腕好酸哦。哎呦呀！我的薯条没吃完。同一个颜色，好吧，懒惰，吸，吸，到，吸，刷刷刷。
好空虚哦，总之这样画完了。我觉得后脑勺太大了，是不是啊？有一点，来，等一下哦。我来做整形手术。来哦，先要做开颅手术哦。那现在，他因为后脑勺有点高，玩钓鱼大赛。好，爸爸，觉得这个位置吧。好的哟，那在这边要来删掉了，这样子魔术棒选这边，然后橡皮擦掉，白痴哦，这里。手术很成功，怎么很可怕？手术很成功，画完了，你看你没有头大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走路应该会更轻一点了，你没有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了，怎么很可怕啊？恭喜啊，帮你整耶，很漂亮耶。我不知道背景要给你什么，还是就这样子了，就这样子咯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下午的收看啦，感谢各位，下午就这样啊。你签名要签在哪里啊？天哪，你的签名都不知道签哪里，好痛苦哦，好痛苦哦，这签一堆繁星之城，那什么？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咯，下午晚上就不要开了好了，晚上再讲。然后签好了，包放哪里？放这里。好，呵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。刚好歌听完了，我现在关也来不及啊。好的，大家晚安。哦，有200人看耶，可恶，我还要继续开啊，难过，算了，不开了，让肩膀休息。我本来想说画完这张再画那个好耶，我想想，不行，我还是让肩膀休息好了。这好耶啊，酷耶，酷耶，还是画不出来。好啦，吃薯条了，各位晚安哦。晚上如果要玩的话，应该是玩游戏的，不会画画的。拜拜。